好啦，跟住出場嘅呢位嘅歌手咧，同阿姐都係非常之 friend 嘅。喂，唔單止佢中意阿姐，連佢媽媽都好中意阿姐嘅。呢位就係容祖兒。無限情絲遭拋棄，偏撲如今怨恨誰？姐啊，你系我哋每一个嘅后辈嘅学习嘅榜样。今晚唱得非常之好。多谢，多谢你。好紧张，要我姐身高唔容易嘅。多谢，仲俾你嘅。多谢祖儿。